时间极短微妙间呐，瞬息流逝，极长时光无际无尽，佛教成法处，慧明应行，怀因过去，迎新未来。时光就是安尼不断流逝过去，实在是真短。秒唔只是秒，是比秒搁较短的微秒，也是微秒，非常的微细啊！安尼亲像用杯啊，不断不断安尼过去啦，都是伫瞬息之间，时间都是一直安尼流逝去，所以咱平时常常讲运、幸运、幸运，就是这么一件微细，安尼不断地咧运转呐，咱就是不知不觉，世间一切大自然法则啊，就是安尼。无声无息，世界无形无迹，安尼呢？伫咧千变，咱人的这个身体啊，新陈代谢，渺渺之间啊，不断伫咧新陈代谢，这伫咧老啦。这在自己本人也是不知不觉，天地之间啊，一切万物呢，无时不在变迁，因为时间无停留，安尼一直流逝过去，所以天地万物啊，自然法界就是安尼变迁不足，这就是人生安尼伫咧流逝。所以极短的时间不断流逝，其实极短的时间累积呢过来，嘛是长。极长的时间哦，到底时间有几亿，无法度去算计。安尼无尽头的时间啊，极长的时间，所以佛法啊，个时间呢叫做劫，长时间劫破。地是地间呢，安尼瞬间不停留啊，一流逝。长呢是长个无边无际，真正是时间。时间会成就一切啊！在这个人间，人间的寿命就是安尼这么短啊。讲人间百岁好啦，有偌侪人是一百岁的人岁呢？真少哦。但是呢，佛陀以来人间现象、生活、寿命，伊呢是以八十岁，八十岁啊。是以一期在现象人间的寿命，
想安尼是过了一世，佛陀有休息无？无，伊呢？生生世世、绵绵连连，拢连接着，绝对无老死。他众生也未多次呐，过去发心开始，不断地人群中，甲众生呢，是结出分的善缘，在人群中呢，那受智慧，因缘成熟啦，在无佛的世间现象成佛，到现在嘛2000多年，安尼也过会当算。但是呢，佛世以前呢，也未成佛，要一直累积啊，生生世世人群中。不只是的人群，咱一直讲无道殊胜啊，佛陀的脚印遍及了一切空间，就像投入苦难群中去关怀众生、引导众生，这就是在结众生缘。一直到因缘成熟，现象成佛，一期寿命80岁啦。所以，阿弥，现在阁有佛伫倒位呢？佛虽然熄灭啦，却是伊个发心呐，就是发佛的教法所讲落来呢。开始留着在人间咯，那佛法留在人间，是不是伊都休困啊呢？无，还是再来人间，再在五道四圣中，还是不断呢，伫咧救度众生。以众生呢，这个缘，使令众生的缘，会当不断成熟。所以，佛陀为众生付出的因，实在是真大。因为咱人人父母所生的身体，是一生的因缘。过去生啊，所种的因，甲父母所结的缘，所以咱待业随缘来生，这对的父母，所以这对父母呢，生咱呐，养咱呐，父母的因，一世之因。是真大，何况佛陀呢？伊是累生累世，要来成就咱的慧命。所以讲，佛教生法主经典内底，佛教所生主，咱人人的慧命，就是因为呢。佛陀的教法啦，咱去体会，咱去了解了啦，咱弃之无明啊，将咱的慧命呢成长起来，所以慧命回归本性，真如呢是应行啊，慧命应行，就是咱的真如无始无终啊。永远都伫咧佛教所生主啊，咱将佛陀的教法呢来成长慧命，所以称为法主。法主呢，就是发大心入大愿呐，那行菩萨道，
这叫做法主啦。也难，那也未发大心入大愿呢，就亲像贫穷主。那贫穷主啊，就是啊，中者不断的用心去给诱引啊，哎，都爱投入这个贫穷主的境界里去，才会当甲伊斗阵，才会当慢慢甲伊诱引。啊，该建立感情，这种感友情，这是菩萨的友情。啊，各在众生呢，慢慢不断该牵引过来，牵引到中者所有的财富，就是贫穷主所有的，那佛陀所有的智慧是。众生人人本具，这是佛陀用心要予咱了解，所以呢，咱的慧命是永恒。亲像安尼，佛陀的因呐，咱来怀因过去，好，佛陀的因呐，真正是真大，对着众生。安尼呢？伫这个五道四生，这么长久的时间，佛陀不断呐，为众生啊，你想咱是不是爱怀佛因呢？每一天都爱感恩哦，感恩咱会当得到佛法，任何一个时间、人事物呢，现前。好，咱会当甲众生结好缘呐，消恶业吧。咱若拄着恶的众生不如意的代志，啊，咱爱用平静的心来面对。时间流过去啊啦，就是咱的业，就是也消过去啦。只要咱的心一。定啊！咱的心看淡一切，心定落来啦，搁再靠恶劣的环境，都是随着时间安尼流过去，都是消失过去。啊，这个业呢，人事物的烦恼障碍，嘛是对安尼消过去啦，因为安尼。咱都爱定定感恩，有佛法在心，所以咱堪得忍嘛，忍会过呢，那业都消啦，恶的缘呢，那化成了善缘。哎，怎样？佛以无边大劫海中啦。为众生呢求菩提道，这是用真长久的时间，所以佛音浩大啦，释难言佛，这是因为伊安尼无量寿劫不断不断为众生来辛苦，为众生呢做因缘呐，会当受佛法，正中咱的慧命。消除咱的烦恼，烦恼无人有法度替咱消，咱家己爱消，了解佛法，才有法度消除烦恼啊！所以佛陀呢，用种种的方法，就是要引导众生啊，开佛心，要一旦开佛心，就是开合咱的心。爱甲佛的心，爱契合过来，安尼呢，才是真正报佛因。啊，契合佛心，佛心爱咱行菩萨道，去广度众生，这才是真报佛因呐。各位菩萨，人人爱发菩萨心，佛陀说法是真辛苦。干那讲《讲法华经》啦，性改品呢，也告一段落啦。性改品的以前呢，
那就是四品啊，四品就是开经，开经就先说无量义经，然后呢，佛陀就入定啦。无量义经讲完，这个法会也未散哦，佛陀呢还是在迄个所在入定啦，入定的庄严上啊，发光啦。这个时阵，大家人的仪式啊，这过去也阁唔捌有。经那讲完呢，佛陀是做一个结束，大家人都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，顶礼而退。经文拢有安尼，但是呢，无量义经也未哦，无。所以大家人也无离开迄个所在，佛陀呢开始入定啦，久久也无出定，所以弥勒菩萨啦开始呢代替大家人来发问，向文殊菩萨问，因为呢文殊菩萨啦，那就是一成佛。而且呢，过去啊，七佛之师伊所教过呢，已经成佛啦。唯有文殊菩萨啦，伊的见闻真大，伊的经历真深，所以弥勒菩萨就是请问文殊，文殊菩萨呢开始。开发教缘，那回答了佛佛都懂的道理，表示呢佛将要开始开讲大法啦。这就是佛陀也立定的意思吼，所以出定了后呢，那就是仰定。开始佛陀啊，就要讲过去、现在的佛，佛佛都懂啊。佛呢，每一尊佛爱记住了种种种种的德，而且呢，无量寿的智慧哦，开始讲了吼。那听佛慧智宏通的，开始出定就。发挥了真多呢，这个成佛以后啦，迄、那个心灵境界啊、智慧啊、开悟，这种宇宙万物正直清净、盖天覆地呢，迄种的智慧，这咱人人的觉性慧海啦，在这段时间呢，不断呐、啊。开始一直赞佛定吼，方便品呐、啊，就是为上根一人来说的法吼。那方便品唔好想讲哦，啊，方便品就是说小教，唔是。方便品呢，是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佛所说的法，是要应众生的根基，要应众生的根基呢。这是大智慧呀、啊，迄种，迄、那个智，那有多种智呀、啊？那有种种呢？一切种智，真多真多种的智慧呢，在方便品中呢，安尼宣说出来，一直到个下离分呢，一直听佛陀。
过去所修的行，累积来的智慧，这个觉性慧海啦，从下离分呢，提悟了啦。所以，希望会当大家人都会了解佛陀的智慧，希望人人会当开佛心怀。所以呢，下离佛就开始动机来当向佛请教。但是佛陀呢，经过了下离佛的三请，佛陀三智，后来才开始呢。揭开了说这个无量无相一心大性法，所以方便品啊，就是为上根一人来说的法。下离佛以我如来法开佛心怀啊，得佛受记。所以在毗卢品啊，下离佛得佛受记了。佛陀呢，用种种的这个毗卢，有火体的毗卢啊，众生就是安尼的这个空高骄傲啦。要为说大法的时，五千人体现，普天之下有偌尼多人，这种的无明覆盖。敢那伫一个贪念，伫个生火啦，啊火一直逼来呀，也阁唔知呀，阁伫火体中啊，所以佛陀伊都爱设方便法啊，牛车、鹿车、大白牛车，啊、来个诱引呐，或者囡仔会当赶紧脱离火体这些。毗卢品，那大家人会当了解咯，所以开始呢，性戒品呐，性戒品就是下离佛的毗卢品的时，了解了佛陀开佛心怀，了解啦，所以领悟佛法，佛陀为下离佛受记。了后，性戒品呢，那就是四位大地主啊，就出来开始请佛呢，再继续，因为呢，家己譬如家己过去呢，虽然在佛的身边啦，却是呢，执着的小性法力，亲像呢，迄、那个。贫穷主同款呐，到个后面来啦，都一直讲佛音呐，大佛音呐，难保啦，敢是干那用这努力辛苦付出，安尼叫做报佛音吗？敢是有形的物质呢来供养叫做报佛音吗？这拢无够，佛音呐、啊，就是需要咱去体会佛心，那开发佛意。佛陀希望人人行菩萨道，在人群中呢去体会人间疾苦，在疾苦人群中呢去体会。智慧要安怎样开发起来？去度众生，而不受众生呢所污染。在这种的锻炼呐，就亲像一个风炉，迄、那个杂体啦，该等入去风炉的内底烧，火红的火烧，提出来爱堆打安尼。不断一处再一处啦，才会当废体成精，吼、哦、精的气库，同款的道理，咱凡夫过去已经呢是安尼累生累世啊，
真侪无明烦恼复杂，做真侪呢贪啊嗔啊痴，那养成了迄个怀疑人甲人的中间互相对立，下造作结怨连仇，然后呢，那咱搁再培养出了控告骄慢这种的心态，这呢？就亲像一堆粪扫共款，即个无明，甲咱暗没了咱的一切，咱的真如，咱满心嘛，拢是烦恼的啦。所以咱必定爱搁再入红炉去锻炼呐。所以咱即嘛要成佛啦，都爱发心行菩萨道，信戒品。就是要互咱加强，咱爱相信，咱爱体悟佛陀的心意，才搁在下面的欲措如品，才搁开始互咱了解呢。大经大气啦，爱用大法，使用法的方法啦，这就是未来搁要讲的，所以都是伫譬如中啊，这。一如重现法义啦，所以经论所说的佛陀呢，已经将三性呐汇合为一性吼，为一性方便说三，本来是一性法，那佛陀为适应根基啦，伊该分作三性，随顺众生的根基。阿呢来讲话吼，那就知影三性原为一性法啦。一切呢，无不都是爱要和咱成佛唯一的一性实法。所以佛陀佛教所成就，成就咱的慧命，佛陀呢是用真长的时间，阿呢呢才会当成就。咱的慧命，咱的慧命，人人都是应行的，所以咱来怀佛因呐，希望咱会当行菩萨道入愿，四方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。那么，一个都爱四无量心，四无量心爱慈悲喜舍去付出，这都是开佛心嘛。行菩萨道，这才是真报佛恩，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。